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李香琴喺1966年嘅演出有一断肠玫瑰，二两湖十八镖，下集，三青青河边草，四彩凤荣华双拜赏，五亲情深似海，六豆蔻干锅，七豆蔻干锅，下集大结局，八冷月离魂，九万劫门，十后备新娘，十一春色满船宫，十二通天晓，十三金指环，十四万劫门下集大结局，十五历劫红颜，十六济公斗八仙，十七小康之家，十八残花泪，十九我爱紫罗兰，二十神秘的血案，二十一通缉令，二十二狼心何太忍。李香琴在1967年的演出有一七剑十三侠，二情侠闹船工，三新马仔蒙查查搵食，四风流才子俏丫鬟，五龙凤争挂帅，六暴风捉影，七玉女神偷，八遥远的路，九我爱阿哥哥，十李思思，十一新马仔拍拖被褥。李香琴1969年演出有一成家立室，1970年代李香琴在1970年的演出有一塞里佛勇琴色魔，二学府新潮，三欢乐时光，四七琴七中七色狼，色阿香，五横冲直撞七色狼，色朱长锦妻，六不敢回家的少女，七神探一号。李香琴在1972年的演出有一塞里佛勇琴色魔，国语电影色黄田氏，在1973年的演出有一骗术期中期，二黑大仇。李香琴1974年的演出有一阿福正传，二别了亲人，三香港七三，四大乡里，色阿琴，五大乡里八面威风，色阿琴，六怪人怪事，七街之巷闻，八太平山下，色阿香，九至尊宝。李香琴1975年演出有一游戏人间三百年，二男人四十一条龙，三三笑姻缘，四千奇百怪俏女容。李香琴1976年演出有一大乡里与扫街添，二你系得嘅。李香琴1977年演出有一大男人。李香琴1978年演出有一鬼马狂潮。李香琴1979年演出有一大斗大，二戆居仔与牛感眼。1980年代李香琴1981年演出有一财神岛。李香琴1983年演出有一花心大笑，饰演浅星之母。李香琴1984年演出有一北南西东。李香琴1985年演出有一飞虎奇兵。李香琴1986年演出有一意盖云天，饰何定邦之母。二我爱金龟婿，三乌龙大家庭。李香琴1987年演出有一一哥。李香琴1988年演出有一亡命鸳鸯，二八星报喜，三三对鸳鸯一张床，色波牛乐舞，四继续跳舞，色吴护士长，五爱的逃兵客串。1990年代李香琴1991年演出有一豪门夜宴，二与龙共舞，色龙家俊之舞。李香琴1992年演出有一大八卦，识访问嘉宾，二家有喜事，识奶奶。李香琴1993年演出有一白发魔女传二，识叶不秋。李香琴1994年演出有
一大富之家，李香琴1995年演出有一虎道门，识 piano 客串，李香琴1996年演出有一二分之一次同床，二大三元，李香琴1999年演出有一星月童话，识包租婆客串。好，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，喺下一集我哋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分享呢条片啦。拜拜。